台湾真正是一个可爱的宝岛。尤义庆唔艰苦，劝强用心为了片土地打拼的你。阿杜马个诺西跟阿扎尼是杜马拉拉阿壮，伫遮用心去体会，你就当感受到台湾的水，够正港的台湾活力。我是阿 Ken， 我是纳豆。不管你是看爱奶、车、红的还是灰的，请跟着我们一起跨上摩托车，跟每天田这片土地做伙在地人，普遍归台湾啦！这就是爱台湾啦！在彰化有个养鸡达人，他的鸡不生白蛋，专生像珠宝一样的彩色蛋。这蛋不仅营养价值高，还特别香 Q 有弹性。据说全因为他奇特的饲养方式。不是，那你这营养价值又比较高嘛？因为你看，不一样啦，你看我的环境这样好的，你看伊都踮伫这个外口。哇，你看这环境跟巴厘岛嘞。独一无二的珠宝彩色蛋，免费让你一回家哦。夏天到了，五花八门的消暑冰品相继出笼啦。但是你听过豆腐冰吗？今天就要带你一睹这风靡中台湾的超级冰。小姐，嗨，我可以吃你的豆腐冰吗？嗯，可以。芝麻酱配上杏仁豆腐，是不是就绝配？是，没错。好新娘，那个杏仁豆腐也太嫩了吧，就嫩嫩嫩的，然后里面有点 Q Q Q， 外面很嫩很软哦，然后用舌头去压压压压压，里面就嫩嫩就 Q 出来的感觉。来到彰化，人手都要一袋的经典伴手礼，闻名全彰化的咸麻鸡，摩托车走起，感恩回馈，1000颗大放送。我要推荐你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颗的霸王，它是咸的麻鸡，包的是肉。小霸王，小霸王，加油啊！这么好看的，一定要 A 给观众朋友在。好，一直在喝那些饮料呗。加你送呀，你加你。啊，你搁旁边 A 都按摩啦。我按摩，按摩。今天要介绍给你们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各位观众的埃及王朝。听说在彰化有一群鸡，生的蛋不是白色，而是像珠宝一样拥有璀璨的五颜六色。不仅如此，蛋质还相当紧实，吃起来更是香 Q 有劲。而这群看似平凡的鸡种，也是因为彩色蛋的奇特，引来镇上邻居的觊觎。好在鸡主人曾是习武之人，靠着一身好本领打击偷鸡小贼，才保住了这一群宝贝鸡。此行来到彰化，就是为了要一睹这彩色蛋的奇妙。但是就在我们快到养鸡园的路程上，却惊见此状。你今天要不把这只会生菜生的两个鸡搞出来，都卖给我咸点无钱。大哥讲了对，我要食鸡腿。我真歹哦。你卖个笑死我啦！炸死我！兄弟，大舅，快快后滚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关系。哇，那样厉害啊！哇，这几个哦，这是咱彰化上嚣张的少年啊呢！对啊，伊孝顺我的鸡啊，孝顺足久的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刚才你武功高强啊！就派你，就来是安尼，你来是安尼哩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算你看你的鸡好啊！好，纳豆，你看老板的鸡真的是很出名吧？一天到晚都有人想要来偷鸡啊。真的？但他的鸡真的会生出五颜六色的蛋吗？当然是真的喽！而且听说他这些彩色蛋不仅外表像珠宝一样美丽，连营养价值都比一般的蛋高很多呢，吃起来特别的香 Q。看到没有？真的是彩色的，真的是彩色的了吧？蛋怎么可以把它就是养了这么多种颜色啊？血液酵素的转换。这是好，比如说咱这边拿红色来讲哈，伊的血液的那个血红素哈沉淀被褐色，它就会变红色。那绿色的话就变胆绿色。所以有点基因改良就对了。跟基因没有关系，是跟
哦，可能跟他吃的东西，但是跟饲料没有关系，跟饲料也没有关系。那你是怎么样？血液里面的酵素。哦，从鸡的血液里面去改变它。对啊，目前台湾有几个人像你养这种？台湾没有。那全世界嘞？还是没有。啊！世界唯一都没有。我叫哪只龟血啊？哪只龟血？哪只龟血啊？禁忌哪只龟血？啊，哪要得禁忌那百龟血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你看，姐姐的咖啡色斑点。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彩色蛋呢？因为我以前做珠宝的啦。啊，珠宝？对啊，我以前在做珠宝啊，这十几年拢做珠宝啊。那把蛋弄得这么彩色？你刚刚讲的都对，你看看它真的像把这个做成跟像珠宝一样漂亮，对不对？跟珠宝一样璀璨啊。对，这样一来这样看起来真的蛮像珠宝的感觉。跟假的一样，看起来是假的蛋，但是它是真的。不是，那你这营养价值又比较高嘛？因为你看一样啦，你看我的环境这样你也好着，你看伊拢踮伫这个外口。哇，你看这个环境跟巴厘岛嘞，你看。对啊，水果都还长在树上。水果啦，好啦，所以营养无同款啦。因为我的饲料较少啦，啊，那算有机的吗？哎，对，因为你国外要有机的，就要饲在龟基。你看看它的龟基，你看它是所有的鸡就是这样子，让它们在地上跑。对，我都觉得它们离我们真的好近了。真的，啊，也困过困在树仔顶的。对啊，困在树仔顶。啊，睡觉会来去在圣诞的时候，一共给我做一个喜欢的要做生。哦，特别做鸡蛋香，对。给它生这样子。对，啊，这拢是食香草啊，食中药啊。你等于啊，对吧？不假货。咱看这个香椿啊，这哎呀，这个北极熊这种中药啊，这个它也会吃，这个都会吃啊。这个拔下来它就吃啊。你等于是把鸡在当作人在养就对了。对对，比狼更好啊。活在一个想吃什么就拔什么的环境，对，而且它自然给它吃。啊，那你直接跟我们讲，你这个蛋跟市面上一般的蛋，你的价值有没有卖比较贵？有，可以到五倍啊。啊？五倍哦。对啊对啊，因为一般拢饲伫南马来嘛，啊，阮饲伫龟子园嘛。啊，这管理较无同，这个吼需要很耗费人工，啊，管理不易，啊，当然个这个鸡种是对很特殊。头家啊，你这等人真正有够厉害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两个坏蛋，对啊，好东西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啦。你这小混蛋，被我们发现了，被我们看到了。那可不可以让我们 A 一下？但是你要先把我们的鸡饲饲啊，你看伊巴肚咧枵啊。直接蛋，你要吃物件，你无看？要按你的蛋，还要先喂你的鸡。哎啦，要做工找工价啊。对啦，好了，你这样讲也是好像有点道理。对啊，为了观众朋友的福利嘛，来把这蓝蛋拿走。来，我们先吃几下，吃几下这个。等一下，这空心菜。来，你的饲料是什么？我的蛋。菜。你饲料你是花椰菜？你骗人。这个都是给鸡吃的。你这给鸡吃？对呀。这感觉好像是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吧？对啊。这辣椒啊，自己种的。鸡会吃辣椒？会啊会啊会啊！鸡喜欢吃辣椒。对啊，要吃了这边感冒啊。还吃洋葱？对啊对啊，这边感冒啊。哎，你这个鸡真的吃的跟比人还要好嘞。第二季它就会吃的。哎呦，嗯，啊，它很喜欢吃这个，因为它吃这个了以后哈，这边感冒。这边感冒？哎，对，啊，那流鼻水觉得好起啊。哎，你这个材料是你自己原本你自己想到的说我要让他们吃这些，还是原本就有人在？没有，我都开始我自己用。那你接下来会不会就是想要让鸡吃其他的东西？比如说牛排。对。牛排不可能啦，我得有吃蓝藻啦、绿藻啦。这个鸡啊，就蓝藻吼，伊的迄个蛋白比较 Q 啦，啊，蛋黄会较香啦。这是秘诀吗？应该是秘诀对啦。那你现在已经讲出来了。但是不要紧啦，还有一个比例啦。哦。吃什么不要紧啦，就是比例啦。哈。这一群幸福的鸡不仅每天吃着有机的生鲜蔬果，还用蓝绿藻来喂食，据说这样子生出来的蛋会比较香 Q 哦。为了去除蛋腥味，蔡大哥呢则以木醋液与活性炭来喂食母鸡，有助身体排毒，而他选择自由放牧的饲养方法，才造就了这一群珍贵鸡种在果园中快乐地生长着。它们所生的鸡蛋啊，想不好吃都很难。看摩托车周记，好看，你看会到，搁食会到。耶、yeah, ！今天我们要 A 就是这个彩色鸡蛋啦、啊，老板，你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这样一份，对不对？一份十颗，十颗十个颜色，送几份？十个颜色，对，送几份？拢总30分。30分，啊，免运费，免运费，啊，你平常时这一分啊，差不多多少钱？150块，150块呢，哇，很有价值的蛋呢。对啊，这是精心调配出来的。好，对，那当然要问问题啦。是的，好，马上就来出题啦，请问一下，登上国庆日晚宴的重量级霸王，250颗大方送给你。米，怎么可以？又 Q 然后又软，
而且是有厚度的感觉。就是我们这个皮啊，是用地瓜粉下去做的，但没有切，它整个在里面、啊。对啊，你这样怎么放整片进去？这样不合成本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要切丝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们的特色。我们这个香菇啊，哈，是玻璃的。玻璃切开，风靡中台湾的豆腐冰即将清凉登场。抹茶加红豆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真的是新滋味了。你看看红豆的浓郁跟抹茶的清香，加上清冰的清凉，而且它有炼奶，好新娘。红遍彰化大街小巷的可爱小霸王，全台超行伴手礼，也要让你 AAA 不完。我要推荐你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颗的霸王，它是鲜的麻吉，包的是肉。小霸王加油啊！这么好看的叫 A 你观众朋友在包，好，你来是赢了呗。那你送呀，那个。啊，你个后面 A 安博啦，我安博博。问一下，老板的鸡都养在哪里 ？A. 果园 ，B. 花园 ，C. 明华园。哎呦，那很会唱歌才行。好不好？赶快勾一进来哟！啊，健康电话里面哟。这些彩色蛋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，还有高度的营养价值，同时呢，也因为天然健康的饲养方式，抢起来呀、啊、超 Q 超紧实，黄红色泽的蛋黄更是浓郁无腥味。想一尝这独特的彩色蛋吗？赶快打电话进来！彰化这个好地方不仅有着美丽的彩色蛋，还有让饕客赞不绝口的美食小吃。现在我们就要 A 片全彰化最有名的好料送到你家哦！至于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朋友呢，知道我们两个要来这边彰化，对不对？刚刚特别寄一个正妹照给我。啊！先拿去比胖几嘞，等等，正是我许。啊！看一下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！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是正妹，真的正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重点是呢。他不止正，你看他吃什么？假鞭，这边很有名的豆腐冰啊，他是豆腐店的豆腐西施，真的。嗯，那我们可以去找他吗？当然，因为我朋友把这照片寄给我的时候，顺便把那个坐标寄给我们了。啊，有坐标，有坐标就有地址了，我们直接导航去找他。对，就看正妹又吃冰消暑，正确的位置在哪里 ？O 不 OK？ 他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我说冰啊，我也是这样想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有啊，冰很好吃啊。太好了，马上启动卫星导航。哔哔哔哔。开始了，走。哇，快！加了。往前面走就对了啊。对。就是他。哇，太厉害了，一模一样。小姐。请问你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本人吗？你怎么有我的照片？这是我朋友传给我们的，说你是豆腐西施。真的吗？现在靠手机就可以找人了，一模一样哎！真的就是你哎！是啊，是我啊！哇塞，干什么？你也有一只啊？对不起，抢东西。小姐，嗨，我可以吃你的豆腐冰吗？可以。风靡中台湾的豆腐冰，究竟卖的是叉冰还是豆腐呢？细嫩的白豆腐啊，不是应该放在火锅里，为何跑去尬叉冰了呢？这豆腐冰里面卖的是什么料，可以让大家为之疯狂呢？哇，堆堆的，你看看，这别的地方看不到啊！真的啊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这是抹茶口味的。抹茶尬红豆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真的是新滋味了，你看看。那我这个嘞，这个就是。杏仁口味，杏仁口味，是杏仁豆腐，对。然后上面撒这个黑色的是芝麻酱配上杏仁豆腐，是不是就绝配？而且我跟你讲，这用汤匙压的时候，你看它好像有点弹性哎，就是整个里面很饱满的感觉，对，很像豆腐切的感觉，像豆腐的感觉。对啊，看起来像豆腐的感觉，一样滑嫩。假矿没？红豆的浓郁跟抹茶的清香，加上清冰的清凉。而且它有炼奶，还有对不对？炼乳在里面，炼乳在里面，太美，真的假的？你试试看，很常被称赞。哦，你一嘴拢这大嘴，你看，透心凉，透心凉吗？而且那个杏仁豆腐也太嫩了吧，就嫩嫩嫩嫩，然后里面有点 Q Q Q
外面是很嫩很软哦，然后用舌头去压压压压压，里面就嫩嫩就 Q 出来的感觉 ，Q Q 软软的感觉，就很 Q， 然后到喉咙是直接这样，呜滑下去，就很润口。这端一端的豆腐冰，据说是老板娘耗费许多心力才研发出来，因为既要保留原物料的香浓，又要做出豆腐般的滑顺口感，物料的比例相当重要哦。尤其呢，这个杏仁豆腐制作啦，过程更是繁复。需将煮好的杏仁、黄豆与天然植物胶以黄金比例结合着，再放入砂糖与鲜奶，这样啊，少了呛鼻味，却还留有淡淡的杏仁香。最后呢，以极低温的冷冻，一块块杏仁豆腐就这样端一端一现身喽。加上自己喜爱的配料，这豆腐尬刷冰的新吃法，就要清凉的占据你整个夏天喽。纳豆，用我们的手机拍张合照吧，下回来到彰化就可以利用导航吃到我的豆腐西子。不是，是吃豆腐冰啦。哈哈，今天阿 Ken 跟纳豆呢，来到了彰化，一定要 A 很多好康的给观众朋友们。当然啦，大家如果讲到彰化，就会想到什么呢？除了想到大佛之外，就是骂完哦。没有创意。什么？没有创意？可是我们就是，这是彰化最好吃的骂完店呢。我们在它前面，那你看那个骂完现在有没有滚的这样子，半透明半透明的？什么？No come on, no come on, you go on, you go on。我们告诉你，今天我跟纳豆不介绍吧。我告诉你，彰化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们要跟观众朋友介绍其他的东西，不能说来到彰化就是霸玩，然后来到新竹就是贡玩，对不对？来到淡水就是阿给，不行的，没有节目没有创意。我们今天要走很有创意风格就对。对，所以我们不介绍这个。对，你看到那个肉。不要冲出来嘞！不要看了，我们两个呢，今天不吃霸王，但是只要观众朋友你们来到彰化的话，这家店很好吃哦。好了，我们要介绍的店在那边。来，你先请。没有，你走，你比较高，走前面比较好看。哦，我去啊！他是演员训练班出来的吗？太可惜了。他在跟谁讲话？哦，好歹他们靠靠边一点啊！哦，好歹。什么情？重来！1、3、2，来到彰化不吃饭还是笨蛋？走，我们去吃。走。我们就在这四位莫名其妙的路人甲乙丙的轰炸之下，渴望的玩今宛如天雷勾动地火般的燃烧起来。不过，在我们发狂时的大客霸王前，竟发现此家霸王有着惊人的传奇事迹哦。因为一年一度的国庆日晚会，竟用他们家的霸王当作生日蛋糕来庆生呢，还3番2次的受邀到总统府参加大型的庆典活动。恐怖的是，连我们惜墨如金的马总统都曾经在此留下闻香下马的墨宝。这备受国家宠爱与大人物推崇的重量级肉丸，我们差一点就要与它擦身而过了。是不是想要一睹这神话般的霸丸呢？想要看清楚那晶莹外皮下的迷人内馅吧！全彰化最好吃的霸丸即将美味登场。罕见的汤中极品，滋补养生的龙骨髓汤。这汤赞啊赞！这什么汤啊？用过嘴，它很清淡，配霸丸上好。就是加了蛋，然后有枸杞嘛，对不？它里面是有些中药的，对不对？有中药，但它中药不会太重，就清爽又厚的感觉。你要是给日本人吃到了，就完蛋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完完全全打败日本最有名的乔阿木喜。全彰化最夯的伴手礼，又要让你 A 不完。我要推荐你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颗的霸王，它是鲜的麻吉，包的是肉，有霸王，有霸王加油！这种好看的要 A 给观众朋友才看得到吃得到哦。喂，好帅哦，不错哎。这是我今天要介绍给你们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各位观众的埃及王朝。全彰化最好吃的霸王现在在我们手上，我再重申一次哦，来到彰化不吃肉丸的话，你就是笨蛋，而且吃霸王一定要吃这一家的哦。来彰化当然要介绍霸王啊，太好了哇！听讲你这霸王这是彰化是上出名的哦，对不？哦，哇，你这酱很多哦，对对对，酱又好，但是呢，要经过我们的考验，就要吃吃看啊。这个皮怎么可以又 Q 然后又软，
而且是有厚度的感觉。因为我们这个皮啊，是用地瓜粉下去做的。哦，用地瓜粉？对，百分之百地瓜粉吗？百分之百的。它的皮是厚，但是咬下去的时候软 Q。对，然后又脆，咬的瞬间是 Q， 然后下去变软了。这个要用笋的地瓜粉下去做才有这种感觉。真的吗？可是很难做。哎，这应该一般的话，可能他会用一些什么，比如说玉米粉，对，对不对？还是那个下去混嘛？对对对，用米粉，对对，下去混。对，那你们不要，你们用地瓜粉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执着？因为这样的话才可以做出那个霸王皮那个软又 Q 的那个感觉。哦，啊，可是这个技术的话很难做出来。那个水跟粉的比例啊非常重要，一般的话没有强迫的话，没有办法抓出那个比例。我跟你讲。它这皮呢，虽然你吃起来有厚实感，但是它又软，然后又 Q， 对不对？然后吃下去以后呢，然后马上就要入口即化。哎，来这把是用什么把？嗯，用干带小姐。那这把是用豆猪的后腿肉跟那个前腿肉。啊，吃起来再有扎实的感觉。把那个比例加下去的话，这样吃起来哦会更脆。你这把来宾哦，你这是用什么东西去腌它的？好像跟一般好像用红糟好像没啥感哦。没有。就那种特别香的味道。我们没有用红烧，对，我们用那个凤底油。啊？凤底油？对对，还有一些我们独特的、不传的香料。人讲好酒点暗底，但是好豆油嘛是点暗底。湖底油的 对不对？比较不会那么油啦。啊，味道会来，它会比较香，味道会来。西楼那边的。西楼，塞雷进来。是，金鹰拳，啊！哇，你刚好 Q 到他的专这个专门啊。稍等呢，哎，陶哥啊，你把他拜托哎，你看看他们这个就是哦，工作人员疏忽啦，但没有接他整颗在里面啊。对啊，你这样怎么放整片进去？这样不合成本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也要切丝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们的特色，我们不怕人家吃。我们这个香菇啊，哈，是补里的。破里切砍，好了，还是别再闹了，好好开始介绍肉丸吧。这一家已经有40年之久的霸丸店，在彰化可是名声响亮哦。而大排长龙买霸丸的景象，也早已是见怪不怪了。用纯正番薯粉所制作的外皮，才能够出现完美的软 Q 口感。而其各地精选食材所制成的内馅，需以手工包馅，肉馅间的空隙才能够保留香味。我听不了口啊。不过就在我们大享霸丸美味之际，老板娘忽然端了两碗汤品进来。这汤赞啊，赞！这什么汤啊？这哎，两个脆，它很清淡，配霸丸上好。小弟，你这内底是啥物件？跟那豆腐的，这是很很嫩啦，很嫩，哎，嫩，搁掺两个脆的落去。哦，啊。是你在台湾其他地方有看过？我没有，我们之前喝骨髓汤，它就一条这样一条这样子，你怎么会？对啊，加了蛋，然后有枸杞嘛，对不？对对对，试试看。好清爽的汤哦，而且又很厚重，甘甘嘛，对，甘甜啊甘甜，它里面是有一些中药的，对不对？有中药，但它中药不会太重，对，对，就是刚刚好这样，又清爽又厚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感觉是因为有一些。骨髓，啊，咱用大骨来控，另外来控汤，要控汤嘛。嘿，啊，咱在炊炊的时候，要起来就再给它掺汤落去。一到嘴巴里面就油腻啊！哎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东西哦，你要是给日本人吃到了就完蛋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完完全全打败日本最有名的乔阿木喜，其实就是他们日本的蒸蛋啊，如果对。这龙骨髓汤真是汤中极品啊！没错，浓郁的大骨汤头配上甘甜味的枸杞蒸蛋，还有那宛如豆腐般滑嫩的龙骨髓，在大蛋挡咸辣味的肉丸之后，饮下这一口汤品，真有种惊见世外桃源的美妙哎！看摩托车周记，哎，好康，快来点个加一点哦！赞！原来我们 A 这个。五大颗哎，五大颗，哇，那形状跟飞碟一样，完全就是要带我们观众朋友去外太空喽！要说我们观众朋友几分？50分。你家太阴柔的哦！我的天哪！还有50颗手工霸丸就这样送出去？对。
真的很慷慨耶，真的假的？不然我恁两个来啊，不然我恁 A 姐。好，那现在呢，马上就要出题目啦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老板霸王里面的香菇是用哪里来的香菇 ？A. 拿破里 ，B. 马德里 ，C. 破里。哦，打电话进来，还给你打电话进来啊？我结婚呢。如果你想要吃到这参加过国庆日晚宴还备受马总统喜爱的霸丸，就赶快打电话进来吧！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大霸丸就要免费送到你家了！哇，刚刚那个彰化真是霸丸，真的太屌了！霸丸很正，对不对？太好吃了！来到彰化不吃霸丸，就好像去西门町没有拍大头贴一样。哎呦，太赞！现在大头贴就有点老派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要 update 一下了。哎，反正这一定要来吃霸丸的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你现在东西都越来越精致化。你刚刚这是一般大小的霸丸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要推荐你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颗的霸丸。小颗的霸丸。小颗的霸丸。啊，他就是偷工减料啊，做小颗。啊，等等等，吃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这个，再怎么看，我也觉得。他像马吉，他先不说，卖个关子，你试试看。嗯，他真的是小霸王哎！红遍彰化大街小巷的可爱小霸王，全台超行伴手礼又要让你喜欢。全台狂卖的伴手礼不 A 超可惜。跟你们家马吉拍照，然后把你 A 回家吗？你在讲什么？你讲反了。小姐，我们可以 A 你的马吉，然后也 A 你。不是，对啊，你看起来是也未通过的，你也无够水，也无够三五十分的。妈，你唔听啊，三呢？哎，那我来喂你葡萄哈，来，吃一颗葡萄。水果不够甜，就来个一张休息券吧。我们有更甜的香蕉。啊！我要鸡脚，我要鸡。先不说，卖个关子，你吃吃看。嗯，它是鲜的马蹄。跨界来宾，喂，包的是肉。它真的是小霸王哎，是不是忍不住说小霸王？小霸王，小霸王加油啊！哎，哇，里面有虾米，然后还有鸡吧，然后还有笋子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马蹄哦，它就是给你感觉，因为通常一般的马蹄是甜的。嗯。它是咸的，可是我刚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我把它吃下去，我就是说，哇，超配的，是不是超搭，就超搭马吉跟咸的那个肉其实等搭，皮其实是还是甜甜的，但里面包的是咸的这个肉，对，甚至超越了原本的马吉，一般甜的马吉。我跟你讲，这家马吉很厉害，假日的时候是排队绕好几圈的。那这样，哎，这种好看的要 A 给观众朋友才行啊，你看看，爽套，看得到吃得到哦。这家位于城隍庙旁的老店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，简单又朴实的门面里头啊，竟卖着一颗颗让人感到幸福的小马吉。今天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，把彰化最有名的伴手礼让你 A 回家哦。小姐你好，沈梅。那个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那个，就是跟你们家马吉拍照，然后把你 A 回家吗？你在讲什么？你讲反了。小姐，我们可以 A 你的马吉，然后也 A 你。不是，然后跟你拍照吗？可以跟我拍照啊，可是如果你们要 A 马吉的话，要跟老板商量，老板在那里。好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去找老板，我们先解决拍照的事情。拍照的事情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。啊！你们什么时候两人世界了？我也要哎！你们两个整个沉浸在玻璃小宇宙里面。还有你，我是说哦，对，拍照，对对不对？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个人嘛，一起拍。我们三个，因为我们要这个照片。我们现在哈，要跟在中间，只要是遇到外面遇到正妹，好的店正妹，我们就要合照。对啊，位置就是这里是正妹，这里是纳豆，这里是我。那现在就这样，好，拍照耶！你，因为位置很宽，所以你可以靠旁边一点。这么广角？对，所以这1、2、3，好，哇，哎，怎么样？纳豆，你这张拍的好哎。怎么样？
完全没有你。哇塞！林伟 K， 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！等一下，我要跟小可爱拍张照，存在手机里面作为美食导航啊。好啦，你不要发那么大脾气嘛，我们还是找老板 A 栋 C 嘛。K， 这马吉店老板真的很奇怪，竟二话不说要我们穿上围裙呢。哎，有必要太紧张了，顶多就是包包马吉嘛。阿姨，有两个新来的。新来的？怎么搞？赶快推入火坑吧！赶快继续做马吉啦，不然就没饭吃了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这人怎么推不开？这站！亲爱的，因为他是这样开。你干嘛？我们制造那种紧张心的感觉。我真是。哎，你们两个赶快进来吧。阿姨，你好。哦，算热情，算热情。OK， 有。这边。好，来，再见。来，小队，慢动作，哎，很慢哦，慢，哦，这班是做汤鸡啊，紧的啦。你这边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，他可能是那个小可爱的妈妈，对，亲娘，对，好可爱。赶快工作吧，救梦姐。这皮已经用下面饼干做的呀，那叫 Q 啊。哦，这个是纯糯米做的。纯糯米。糯米哦。然后糖嘛，对不？你馅嘛，可能盖起来。馅啊，对啊，有瘦肉、虾米、笋子，对，最赞的红萝卜。还有红萝卜。哇，你看看，我这样随便这样子，就是一往里面插，拿起来，你看看就有虾米，然后也有笋子，红萝卜、虾米。都有哎，哎，这个本身这个馅呢就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这个都熟的啊。真的吗？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子嘞？你没有工作就吃，紧走啦！我必须要尝到里面真正的原味以后，我才能够告诉大家说，哇，这个东西真的很新鲜。直接这样吃就很好吃。你来吃一口看看，这一定要加几，加快要烤比先快。哦，哎，直接这样吃就很够味哎。嗯，那个笋子啊，甜。而且它有一点小咸，嗯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咸搭配这个又不腻，对不对？外面再包一层这个，包一层这个，那个酸咸甜刚好，完美。啊，包量大概要多少呢？他要冷静面对你的错误，真的。然后这样把它摆下去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我们都是这样子包，卡在角落这边包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手指要弯，手指要弯。哦，我知道，让它呈现一个。凹洞状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好难哦，这个比我们包包子什么都还要难。奇怪，这个怎么那么……哎，这不简单哎，为什么每次包马吉的时候，到最后都变挂包？哎，你很喜欢挂包路线呢？哦，你我知道，中间好起来，什么那个烧麦，烧麦一个大头啊，再一次吧。我知道，旁边这个一定要好看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。马吉是圆的，所以你就是最后一个。我跟你讲啊，因为我们是初学者，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做这么漂亮。因为很救命，我你在干嘛啦？我已经捏到手了。你这样看起来怪怪的。这是港式的粉肠，虾米口味。这马吉真的是太难包了啦，因为连我这双号称五短巧手都包得哩哩啦啦呢。那对哦，我们还真的是糟蹋了这北泡泡的马吉皮啊，因为它可是用顶级的原糯米研磨，再加上滚煮过的砂糖与纯正的鲜奶油，经过一道道繁复的手续，才能够做成这甜香 Q 的外皮呢。哦哟，难怪我一口接一口偷吃啊！你岂止偷吃外皮啊，我看内馅你也吃了不少吧？嘘，小声一点啦，别被隔壁的阿姨听到了。谁叫做内馅里面的猪肉、虾米、竹笋都腌制的太入味了，而这一盘大火刚炒好的馅料又特别的香，我的嘴啊才如此的不受控制嘛。好啊，我们。不要再讲悄悄话了，免得这个大可爱阿姨又要生气骂人了。真的，小心一点。又起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做这样，我给你做过三角形，安尼变披萨，你看。我安尼，塔可，我一直在搞那些领杯。咖喱笋呀，你那里？啊，你搁讲咩？我安无啊啦，我当官。喂，好帅哦，不错哎。这是我今天要介绍给你们。我个人非常喜欢，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各位观众的埃及王朝。咖喱笋呀，你那里？
啊，你搁讲要下按摩啊啦？我按摩摩摩。我你讲我咪，你你有这个价格？你讲问我咪？我头先做了。你敢袂使？袂使啦。有无人知道？来，这样子来。我打到叫你大可爱呢，我打到你还说说你就有气质，在我们面前讲话不这个不行啊，啊都不行，墨西哥卷饼哎，像吗？急吗？不像我急吧？啊，现在是安尼啦，你袂使你做到都无认真，啊，你下样无啦，啊，拢袂使。领导啊，你哦，拢袂好好诶，无。现在现在，头家介意这款面哦，伊头家拢会笑呢。我跟你讲，继续来，啊，佮我安的时阵，你看野手，野手帮我卡撑呢，啊，你。安尼有效，好头家。小哥，安尼你看，咱好好做，好咱 A 姐好。为了完成 A 豪康的使命，我们这回真的要认真的包马吉喽。而且隔壁的阿姨正努力将满满的馅料包进 QQ 的外皮里，看着他那双包裹幸福馅料的双手，想要回馈观众朋友的我们也收起了搞笑的心情，好好的抱着每一颗马吉。最后拿着我们用心包出来还算有点样的马吉去找老板验收喽。哦，涛哥，哦，好啊，做啊，成果验收，差不多。安做啊，你看起来是还袂通过的。这是上水的，下摆都。这上水安平奖会使呢？算有认真啊，对吧？你安尼讲会使加奖呢？他们好人 A 五十分，三十分就好。你做安尼也无够水，也无够三五十分的。冇，你唔听啊，会使安尼啊？无你若做福利提升做来斗，你搁追加二十个，我是带你一边叫带你，但是你做福利提升落补。你才会做得爆，一下补一盒就对了。来，一下，六六六，那就开始。为了观众朋友做一百下，我也愿意。虽然有点喘，但是我会坚持下去。五十盒马吉我就快要来了。老板你好样的。不过究竟是谁帮他出的这个馊主意？好像是制作人的。哦，什么又是那死胖子？十九、二十，坐一下。二十三啊！Yes， 你成功了 ，Come on， give me five， come on，Yes， 哦耶，去我家门看哈，能去呀，来，差不多，哎呀，我只要你走呗，太好了，现在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看摩托车周记，哎，好胖，要得到好吃的马吉，一定要有题目要出给大家，请问。老板，这么好吃的这个马吉，它的皮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呢 ？A， 糯米。B， 阿鲁米。C， 鲁鲁米。你打电话，你现在会出难一点啊？不是已经很难哎？阿鲁米真的可以吃吗？三种米哎，一定要后面再加什么泰国米什么？知道是用什么米做成的观众朋友们，赶快打电话进来吧！这可是我史上吃过最好吃的马吉喽。没有错，因为这甜 Q 的外皮配上不油不腻的咸内馅，咸咸甜甜的好滋味在嘴里复杂的交错着。上头的椰子粉更是令马吉的咸甜度达到至高完美的境界，口中残留的竟是一抹清香和令人眷恋的古老味。加个八八八！彰化的东西太好吃了，爽歪歪，太棒了！而且 A 很多东西给你们了，你们都吃到了哦。对，吃也吃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吃饱之后呢，要稍微 QK 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啊？吃饱了以后呢，整个那个新陈代谢就变慢，那个血液全部跑到肚子这边来，就想睡觉，空了。对，空了。哦，就要休息一下。该不会连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要 A 吧？有可能哦，看到没有？气势如此的磅礴。来到这间呢，就是我们全彰化地区呢最豪华的一间 motel， 设备最齐全，好不好？对，里面呢还有很多设备哦。我们等一下就好好介绍一下。而且我们要来 A 房间。A 房间，谁这么大方到我们 A 房间？对，现在就有请我们全彰化地区最慷慨的经理，经理，欢迎经理，哎，经理，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经理。进来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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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要介绍给你们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非常喜欢，也是我今天要介绍给阿 Ken， 我个人非常喜爱的房间。哦，纳豆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房间。你刚刚讲过一次就没打枪了，你已经对啊，哇，你真的还真的很喜欢啊。哦，真的，这也是我今天要送给各位观众的埃及王朝。埃及王朝，哎，这么大的房间，观众朋友，来，你看这一整面墙，是不是整个充满了埃及皇室的一种神秘感？床是不是一个金字塔，金碧辉煌？所以这个床上面，整个就觉得富贵起来。整个朝这边，前面手，来这边之内，喊你们是在上面，他们起来。谁把他什么啊？谁啊？撤！刚刚这段的意思是，欢迎光临这么长。他们那边比较，知道有礼貌。那守门口就很累，就对。对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很漂亮哎。哎，睡这边就感觉不会老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床，都是金丝编成的。哇，金丝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豪华的感觉。哇，睡在这里，整个人感觉躺在上面就有一种非常高雅的气质。对。这里的卧室不仅充满着埃及皇室的庄严，连壁纸也是选用尘封千年的金字塔壁画为主题。似乎啊，可以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，让我置身在埃及这古老而美丽的国度里耶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石雕，哎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它是一个人形，有没有？啊，他头怎么弯这样？他绕着？不是，过来翻一下，他可能在等人家挖耳朵。你看那耳朵在上面，哇，好厉害！整个呈现的就是埃及的感觉，真的，异国风情，太好了。欸、不是要 A 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对呀、啊。A 一下，一下。那个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哎、欸，经理嘞，经理，狼嘞，哇，干嘛？哇，你干嘛、啊、你？经理，经理，等一下，你，他什么时候眼睛，然后嘴唇，睫毛，哇。发型，你经理猪猪，我不是经理，你不是，你不是经理，叫我埃及艳后，埃及艳后，你神经病啊你，这是无聊哎，奇怪了，通常都是我们在那边搞怪，是给你过来过来过来，不要闹了啦你，不是、啊、你过来你过来，干嘛、欸？不好意思啊，这种情况我碰过，你碰过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常常有到一个房间，然后突然一个男生就，不是这种情况，不是吗？说他现在的情况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本书叫《二十四个比例》啊，那个男主角是，他里面二十四个人格，就是我们人有些时候到了自己喜欢的环境之后，自己那个独特隐藏起来的人格就会跑出来。这个我在 Stanislavski 里面的那个教科书里面也有看到，一到自己这个房间，他一直不停跟我们讲啊，对不对？非常不能喜欢，就跟这下面就不一样，怪怪的了。他整个埃及艳后的个性都跑出来了。一点，对，我们现在顺着他，因为我们房间还没有 A 到。OK， 了解了解，谢谢谢谢，加油。OK， 那个，金艳后、那个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吗？对，我饿了。你饿了？你饿了？你去自己就是排骨便当。A 房间 ，A 房间，为了我们的观众朋友，莫生气。那怎么办？那这啊，埃及艳后喜欢吃什么？葡萄。啊！埃及艳后都是埃及艳后都是那种吃葡萄的。对，艳后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坐下来吗？是坐。忍耐，忍耐，好好好，来，那我来喂你葡萄哈，来，吃一颗葡萄，好吃吗？房间可以让我们 A 一下了吗？对啊，水果不够甜，就来个一张休息券吧。不够啦，不行啦，我们观众朋友这么多，艳后大人，全部吃啊，艳后会比较多，艳后是做优秀的，你不能这样子吓到他。燕哥大人，那个你嫌葡萄不够甜吗？是的，嗯，我们有更甜的香蕉。燕、啊、大，燕后，燕后，燕后。哇，哎，如何？还 OK 吧？这香蕉有没有比较甜？这是从台湾来的，进贡的，稍微可以一点了。嗯，那就三张休息券吧。三张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，不够，再来再来。那这样子的话啊，那假如说这个甜的东西吃完了嘛，那你还想来点什么、啊？甜的吃腻了，就来个咸的吧。咸啊，有了，燕后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
今天我们两个哦，整天在外面，你知道，一整天没有洗澡哦，我直接卡这边就夹没，这边夹起吹泡。这个我不要。是笨蛋吗？我要鸡脚，我要鸡脚，我哪里来鸡脚给你啊？你也太过分了吧你！你要鸡脚？我要准备，鸡脚帮你准备好了啊。哇，鸡脚，鸡脚怎么样？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嗯。很棒！赶快来问一个问题啊！请问一下，经理在这个金字塔一般的房间里面，他心里面会有哪一种性格、哪一种角色跑出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A 麻辣天后 ，B 慈禧太后 ，C 埃及艳后，就是我。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我这边。从来没有 ending 这么心情这么差过。回家了，回家。还可以存几 G 哦你。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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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已经走了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他们走了是不是？对，他们两个好会 A 哎。对。但是为了工作，什么都要牺牲啊！你看我付出多大。对呀，你真的是个好经理，你真的好 man 哦。不过你还是先卸妆好了。老婆，今天我们要送给观众朋友的就是两张总统级套房的休息券。除了刚刚介绍拥有埃及皇朝般富丽堂皇的套房外，还有这近百坪大的亚马逊河房间，狂野的丛林设计让你感受到原始森林的热情奔放，专属的室内游泳池可以忘情地享受着中南美洲的快乐时光。另外三张休息券呢，则极具设计感的精致套房，想来彰化玩的朋友们，千万别错过这难得的后康好机会哦！都行啊，你快点！逮住你脚！我操！我死！我操！攻击！啊！